兄弟们，前两天咱家的马桶不是越狱翻墙了吗？把训犬学校也拆了。后来听训犬师说呀，马桶上墙其实是为了找我跟大黄，不舍得我们。听得我心里呀，哎呀，贼难受。所以我们从云台山旅游回来之后呢，立马就杀到这个训犬学校去看马桶了。结果呢，刚走到大门口就听见里面有那个狼叫，马桶的狼叫，嗷嗷嗷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过去看一看，看看马桶几天不见我们，再次见到我们是啥反应。没想到这家伙还挺依赖我们的。训犬师说他到处乱跑，到处上墙上房越狱，就是为了找我跟大黄，不舍得我们。哎，听得我心里面一阵又心酸又欣慰。我好像听见狼叫了，是不是马桶叫的？马桶撒狗。出来你就让他出来跑一跑，稍微跑一跑，跑一跑赶紧进去，跑一跑赶紧进去。我上来，你上去干啥嘞？马桶，马桶，马桶！我去，我跑哪了？我去，你还挺玩的挺花呀你，你玩的挺花呀你，他之所以最后给他过来马桶，来，他之所以最后给他挪到那个屋啊，是因为他在他的办公室光尿，把人家办公室尿的不成。样子，然后就给他挪了一个他可以随便尿的房间。我、哦、拉死了，拉死了，拉死了！哎呀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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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了，看你了，看你了。哎呦！哎呦，来来来来！哦哟！啊，我走开，我走，我走。走啊！我走啊！啊！你在这多好，有操场玩。有小伙伴儿、啊，你就是社交能力不行，跟其他狗玩不到一块儿。